兰特·彭博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杜兰特 Kevin Durant 日前忘了切换账号，用本尊账号留言，意外曝光他离开雷霆是不想为教练唐纳文 Billy Donovan 雷霆总教练打球，并批评雷霆阵容不强，并讽刺队友为小猫，此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杜兰特今天对于自己行为向外界道歉，并认为自己太幼稚又愚蠢。近日有球迷在推特向杜兰特询问离开雷霆的原因，杜兰特随后直接用 Kevin Durant 的账号回应，他不喜欢球队或为唐纳文打球，雷霆如果没有威斯布鲁克 Russell Westbrook 他们会有多差， KD 跟这些小猫打球不会夺冠的。杜兰特全文都用第三人称的他或是 KD 代称自己，引发网友揣测他是一次想用分身回应，但却忘了切换账号。对此，杜兰特经受访被问及此事时表示，我有另一个 Instagram 账号，但那只有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，我很喜欢用推特来和网友互动，不过我认为之前有些回应有点做得太过火了，很后悔提到前东家和总教练，这种行为很幼稚也很愚蠢，我为此道歉。杜兰特强调很生自己的气，但不会一直纠结在这件事情上，他会专注在篮球上继续往前进。